家来欣赏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开场秀。那么现在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2015年 WMF 健康新主招经典国剧秀，请掌声欢迎。首先为您登场的是甄嬛美压力锅，具有高温高压的特性，采用18-10不锈钢高压一体成型，完美无接缝，锅盖锅把特殊合金固定点，不脱落，散热快，不烫手，传导热快速又均匀，而且不仅可以当做快锅，还可以当做汤锅及炒菜锅来使用哦。再来为您呈现的是全不锈钢平底锅，采用 Promarket 18-10不锈钢高压一体成型，拥有最佳煎炒特质，最高内热度达400°C， 不沾柴汁，一清洗只需少许的油，甚至不用油就可以来煎炒，非常适合低油高温烹调会粘黏的食物，例如牛排或者是蛋等等。是新外用健康锅，采用 Promarket 18-10不锈钢6.5公升超大容量，玻璃盖锅周围四周加上了细胶圈，让锅盖与锅身更加紧密，采用3层合金锅底，可以导热迅速更迅速，适用各种的海鲜以及快炒料理，一锅到底，节省烹调时间，食材有效保鲜，营养相对不流失。是顶级美食锅，采用 Promarket 18-10不锈钢高压一体成型，不折边，完美无接缝，绝佳的秘密是聚热效果，使锅中的美食营养不流失，保温时效极佳，3层合金锅底导热迅速且均匀，适用于少水少油的烹调方式，来直接呈现食物的原汁原味，没有添加化学涂层，拥有优越的物理不粘效果，优雅时尚的外形，给您5星级的厨艺飨宴。再来呈现的是新中华5层炒锅，具有5层合金锅身，1点热全盘热之特性，耐酸耐碱，不腐蚀，超深大容量，一锅展现全方位食用锅的精神，只需少许食用油烹调，可以减少油烟的释放，让您吃的健康100%。银灰色优雅外形，颠覆传统炒锅的形象，重新诠释烹饪美学。再来呈现的是康健锅，2015年 WMF 新锅具新品 Concento 康健锅，为米兰国际家具展年轻设计师、意大利新锐设计师 Daniel Della Flavina 联名创作锅款，全美上市，实用性佳，锅圆不折边，方便倾倒汤水，打破圆与方的刻板印象，以高度制锅工艺打造圆弧曲线，可以堆叠，方便收纳，流线外形让锅具成为厨房亮点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掌声来谢谢我们美丽 model 为各位带来精彩的经典锅具秀，谢谢。